时隔一年，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《故宫二》，于11月28日正式回归，正在爱奇艺热播，目前已经播出了2期，节目热搜甚至超越了上一季，故宫仅用3年半建成等话题迅速冲上热搜榜，可见观众对这档节目的期待和热情。在最新的一期，杨幂身穿复古毛衣搭配黑色牛仔短裤亮相，颜值身材双双在线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